这是我爸爸，他叫艾克莫托尔森，现在他高养殖工作已经28年了。现在我们家有20个奶牛。我叫阿伊布里艾克莫，我是在喀什市伊姆斯坦乡，这是我的家，我有两个哥哥。艾克纳瓦呢？亚西亚西藏族。亚西亚西东，阿南布雷吉吗？知らないとどんぶら？知らないとどんぶら？知らない。セムルトレルクラブスゴ。マスカス、シャンクレヨナブサ。オドラショウサ。这是我哥哥，他跟着爸爸一块工作，每天送牛奶、送酸奶。送酸奶首先把牛奶放到加热桶，加热到90度，可以进行消毒杀菌。我们把牛奶放到酸奶机里面进行发酵。这是我们家用纯牛奶用的冷藏罐，可以很好控制温度，大概存储3吨的牛奶。